好天涯，告白输液是好重要，乃物欲入是无话曾退意，上海军舰用甲更吞呀，也本然拒奔更吞呀。大四马都念条无子人，挨到冬夏高空雷砸呀，面弄身下砸到鬼夜身下，挨住挨呀，好吹石头未报的喊着帮白未讲的想法，慢速慢速来叫鬼道，想被爱人流中火，爱吐不落又睡不到，风风里是进来进当中，风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恐怕特殊，我去徛的。下一摆千万莫亲爱，就算来拜托娘娘啥，哪有够遐硬徛呀？有啊，来看娘娘啥哦，迄个谈恋爱，莫耽误来特殊。是家用讲的啦。算啦，来都几个位置哦，来试东西啊。好啊，等一下示范是嘿。眼看你坐哦，伊草本哩强个哦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喂，用谁来生妹？生妹啊，生我从来就强用呢。是呢哦，安尼躺起来，伊天咧过一将个西红啊哦。过一将过一等少，草本啊，伊眼看他又好像男色神嘞，见面啊一定会好好看你吧。哎呦。真爱，我来一个失败人格吧。也把一定叫回到，谁懂我？一天嘛可以讲呢。阿弟哥，你会等失败年了？我好求求，用安单纯，你乱讲诶，蛮伤心哦。哪有？蛮认真诶。好好好，认真，蛮伤心。你也蛮忙诶，谁来王宝钏？喊点失败年呢？哎，苦涩哎呀，失败年！你阿哥掉啦，点你吧。阿威，阿威，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？讲什么？他们两个都是我好朋友。你有话就直说。那他是谁？是你新女朋友吗？阿威，我这次是专程从台北回来看你的，是真的，阿威。因为这几个月以来，我一直都很想你。其实我明白，真心对我的人。只有你一个啊，是这样吗？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记得联考这件事，我哪有空管你要想谁啊。你不要这样说啊，阿威，
我知道过去是我的不对，我当时不要再讲以前了。阿威，阿哥，阿比哥，娘不要娘了，给他塞莫爱。秋秋，我刚安到，有事情，你了。可以给我五分钟吗？只要五分钟就好。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？我不想被黑老大和他的手下看到，要不然等一下黑老大误会，那就麻烦。阿威，那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我台北那个李副官，他会打人。我这次其实是偷偷跑回来的，身上什么钱都没有，所以阿威。身上就这些钱，你先拿去了，拿去了，你还是回去了，不要再这样。阿威他已经被你伤透了心，不会再回头，就这样。想到希望的归来呢，看起来哦，够可怜哦。哎，还得欠伊哦。无啦。无，敢会可怜伊吗？那无可怜伊啦，伊该死。那欠下七家，头班的准算唔伫物住。阮妈个孤岛，要买中医药去从西买。爱情吼，本来就会盲目个啊。人家讲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好彩吼，阮情到手巧。当然个啊，唉，手巧哦，真个亚斯加松。最难得的好西妹呢，吼，要盘呢，七家讲七家好，真是拄唔掉。唔肯放喺你，提某肯放喺你面前，讲埋恁事，我帮你牵死嘿。哎，肯七家讲的，你怪来啊？唔要讲，会做唔得。阿爸，你让我做的阿爹对你还很孬，还可是个还可是。哎，还可以哦，还可能，不是靠妈太好个啦，唔靠义孝好个啦。我告诉你，不准生下来，听到了没？如果你坚持要把小孩生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结束。这里，左边啦！你又会玩了？好啦，哎，出去！哦，左边就哦，都是你害的啦！鬼叫鬼叫！阿明姐，你们哦，我跟你说，因为秋菊的姐姐的小孩满月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办 party 庆祝一下。为什么秋菊姐姐的小孩满月是在这里开 party 啊？因为他们有红蛋可以吃，所以就找借口不读书啊。我想也是。阿明姐，请你吃红蛋。哦，谢谢你。你看，这是冬梅姐生的小孩。
孩可不可爱？好可爱哦，他眼睛圆圆大大的。哎，对啊，好可爱哦，像猴子哦。猴你的头啊，明明就很可爱，哪里像猴子啊？哦，以后黄明甲一定会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可爱宝宝。大哥，嗯，刚哥又叫会奇怪呢。怎样呀？妈咪就会讲的啦，但又叫会不听妈管你。妈管出来了。最近比较康比某个妈咪讲声音啦。哦，妈咪改上会讲哦，讲伊遇到安尼事情吵几下摆啊。康比还有讲哦，哎莫啊，就甲声音处理。莫，讲伊就安尼分数呢。妈咪哦，最后会结果分了。某一天，刘恒颖去安阳分数了。哦，你会有你某声音啊？声音暗将暗对你想呢？你会有你某呀？啊，来妈唔知啊。算了啦，我一个人很多的啦。不过，既然俺中意声音，那么就得爱你结。你刚才讲改道改道生意了哦。嗯，改道改道，还讲事业好嘞。哈，是呗，我太多嘛。唔爱啦。爱，好啦，上茶啦。哪位是？太多的啦。唔爱啦。咱们用一下，八的好吗？中不得，中不得。康书明，我打算把孩子生下来，不堕胎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要小孩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操！你决定了，那你自己决定就好了，你干嘛还来问我啊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你还要跟我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就去把小孩拿掉。要生小孩，我们就结束。我先说好，要生你自己回家生，我是不会承认这个小孩的。有个孩子有什么不好？我喜欢小孩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不用带，换尿布喂奶粉。妈咪呀，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啊？我到底要怎么讲你才明白？这不是愿不愿意带的问题耶，我就是不想要小孩嘛，我就不想要当什么狗屁老爸。可是你烦不烦啊？我说不生就不生。你如果真的怕无聊的话，你可以养小猫小狗嘛，就是不准生小孩。你来哦，秋秋来嘿，秋秋，哎，秋秋来，俺无迄毋迄有好的东西好耍啦。哎，无准备呢。莫通伊乱讲啦，无东西好耍。我答伊啦。无东西好耍，刚才就只好休息咯。今年两个人谈恋爱吼，慢慢谈，来情康比。哦，俺慢慢的行哦。行个慢条的哦，幸福哦，幸福肯定要提目睭，走啦，我擦，你下班就过来哦，嗯，该去的吼，嗯，唔好啦，你先坐一下啦，嗯，来吼，国破伊啊英文片语，来紧闭个进度出来，来你看看迄些东西哦，唔怕啦，你慢慢吐，还没有带出来吐，你看，好啊好啊，安喏，我啉水，即个喺度啊哈，嗯，好。爱滴啦，弄弄讲。干嘿嘛个？无嘛，就个垃圾要三毛洗啊。俺都学着个师傅，来听说你先好嘞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先不用念啦，等下吐好，俺自家洗就好呀。唔怕啦，你慢慢吐。
了，来啦，晚安啦。好啦，慢慢拍，等下还要出口哦。好啦，弄弄拍。该不会又请假了吧？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被你老板开除了哎！我已经被开除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老板说，穿成这样在大厅上弹电子琴真的很难看，所以就请我走路啦。你看，你看嘛，我就叫你把肚子里面小孩打掉，你就不听。你现在连你自己都养不活，你怎么养肚子里面小孩嘛？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，再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。你要滚！你要生小孩，你回家生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晃，滚！你不要这样子嘛，康碧。康碧，你不要那么激动啦。我肚子好饿，我们出去吃东西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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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Once more, once more.Once again, once again, once more. 阿伯，哎，舅舅，塞好嘞。好。哎，三咯。全部都塞好了呀。塞好哎，多谢哦。来，哎呀，边抽。哎，你还输尿很难咯。是唔是今天水都太久诶啊？你敢从小来？有事吗？嗯。老奶奶，他走。阿发哥，你起风来呀？奶油啊！哇，俺多个叔。尿么脱下喏？哦，今天过三个树啊，还有几多？提起厝地包哟。哇，俺多个东西，尿么记得点喏？当然嘛，做得啦。哎呀，还超人哦！超人，今俺来扛哟。好啊。看看哈，请问。台湾的四个极点，四个极点，嗯，东三貂角，西曾文溪口，南鹅銮鼻，北富贵角。哇，大安真空，再来给哦。18世纪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之前，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多属于哪一种？君主政体，
会吐呢？哦，押韵文啊，你看，要多 A B C D。A B C D。乖乖呀、啊，来跟讲哦，哈，押韵文啊，是外国人讲的话，以后哦，我穿台前做台生意，一定要好英文的哦。个一件不会脱嘛？应该会啊。就那先，这里，安尼就做第一次翻的啦。好。阿发哥，很体谅伊哦。秋秋，无啦，人家陈美丽也蛮咧富里面食的呢，奈还有上伊啊？哥，陈美丽个东西就留等啊。真的啦，秋秋，爱个陈美丽哦，迄改旧以前的事情的啊。真的无骗啦，爱做就无上伊的，也吼树上发的啊。以前发的无办法啦，哦。哎呦，我硬要跪起嘞。哎，秋秋，莫走啦，都在用的哈。现在做唔做嘛个事情，你敢来讲啊？同无相关啦，现在起家个问题啦。哈？嘛个问题啊？我先跪起嘞。秋秋。秋秋，莫安尼就走啦，你都来欠吗？你好好读书，要加油。我要跪起来。没啦，秋秋，你都来欠吗？你讲啊。我莫欠，你好好加油读书，你莫帮我啦。秋秋，秋秋，叫救护车了，先把他扶起来了。小心哦，小心！你撑着点，你撑着点。我把他抱起来了，到外面等救护车。小心哦！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。阿明，撑着点。我的肚子。阿明，撑着点啊！
撑着点呐，阿明。 临时验血报告出来了。哎，你醒了。这里是医院，你刚昏倒的时候，是好心的路人将救护车送你来这里。我想起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秋菊，高秋菊。高小姐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还会头晕吗？ 会晕了，可是还是觉得有点累累的。之前呢，也会像这样常常昏倒吗？没有。那流鼻血呢？会常流鼻血吗？最近是比较常流鼻血，我想应该是火气太大了吧。那头晕呢？以前会常常头晕吗？ 来到高雄之后，会比较常容易头晕，应该是不习惯吧。乡下住惯了。乡下？你是哪里人？美浓。那还好啊，不太远。要怎么联络你的家人？我请护士小姐帮你。医生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说不多了，我等一下再休息一下，我可以自己回宿舍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恐怕你还是得住院观察几天，不能现在出院哦。 医生，我得了什么病？阿明，你觉得怎样？ 是吧？你为什么还闷闷不乐？之前花蜜怀孕的时候，你不是天天发飙，一直要她把小孩打掉。现在小孩没了，你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这种事情怎么做都不会圆满的。 说的也对哦，我自己念念不忘的想要报复我爸，但是现在看到花明这样，我就一点快感也没有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可悲呢？ 做嘛个呀？你就做唔得好好操练嘿，下面我爱拿枪去招，你唔认识不？唔咩啦，就手脚啦，两礼拜唔见来呢，大天妈妈唔食，下身的妈唔肥。
真的欠挨罚，按旧的时间，起码好社会啊。哎，你吵死哦！你做某个事情不会欠多安尼啊？无啦，系无非啦，求求哦，去搞到我喊你上陈美丽啦。啥事情你最清楚的啊，讲讲过的啊。嗯，做就过下嘞，我要蛮哦，连讲就没一个讲到陈美丽的呢。爸爸爸，你的电话，你家里打来的，好像有什么重要急事哎。哦，我先接电话了哈。嗯，谢谢。喂，马哥啊，天台见伊烟啊，好好好，爱滴个啦，好。朋友喏，是在医院啦。求救啦！求救！求救！求救！营养的无哈？哈，你还好意思问呐？七家五朋友也唔得好关心，还是坐来坐去安辛苦，连伊的卤笋粉汤也唔得。姐，嗯，莫怪伊啦。嗯。秋秋，快些啦！秋秋，也唔得。你也养的喏，哈？身体唔好，莫甲伊讲啊。好爱过多，难得见爱，条是病了没见爱呢。冇事啦，那过几日就做得出院嘞。阿发哥，今晚你听下平安好冇？好啊，好。姐，嗯，遐暗暗嘞，你同阿咪哥先归去啦。过去还照顾三年呢。好，阿弟，阿爸，你需要好好照顾阿老妈呀。好，等会再阿弟啦。嗯。刚安年落雨哦，秋秋，我好好休息咯。阿哥，多谢你看安呢。唔会啦。秋秋，佮有嘛事情记得当天发本来，对冇？嗯。姐，你是上来啦，叫伊去归去啦。嗯，阿爸。麻烦咯。好。阿咪，落去啦。好。秋秋伊多大还买个票？我妈唔知啊，伊就同我讲，迄马个营养不良。不过，我社会迄事情可能无按简单。我知道秋秋一腔有事情，不然能治呢。秋秋牙骨心都讲好的事情，坏的事情都唔敢讲。秋秋，喏，我多说一些东西，还敢讲过多摆呢？莫太傻，唔怕那些东西啦。唔过，你都安尼营养不良。喊了很严呢，哈！医生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想自己知道。你的血红蛋白跟血小板数过低，我研判你很可能得到了白血病。白血病，白血病，就是俗称的血癌。身体好嘞，
还无想要遐个故乡诶。做嘛咯？我想，可能爱无适合叶片去生发，所以身体拢要冻掉，拢要怎啊都会黑烟诶。那含遐鬼米弄好咧，天子宫从改变。出所的事情，慢慢难讲。喏，我阿能想蛮好啦。以前哦，你就会太辛苦的啦。你规日夜饭哦，把身体养好好了，以后每个礼拜俺就见面咯，看好吗？唔会啦，法哥，你天天就会考试咧，俺唔会影响你啦。唔会啦，唔会影响俺啦。还看到人会安心吗？法哥，答应俺，一定会考上太后。爸每次就希望你考上太后，俺妈黑啊。哎呀，那阿海都你个发，俺心没安哦。真的啦，喏，真的没影响俺啦，哈？嗯？俺过去，你妈没落看俺啦。做嘛安尼啊，秋秋？法哥，明天考上太后唔对嘛？你看，等下这甲文太后生诶，过去三批呢，俺妈输俾伊哦，俺妈甲文太后生诶，所以你一定会考上太后。唔放心，你了唔到，俺一定会考上太后诶，哈？唔过，你答应俺哦，寒门考黑钱，莫来请俺哦。一定会好好读书，对吗？秋秋，俺讲功法、魔算法，俺来要听。啊，来，要书。哦。高小姐得的是急性白血病，她必须住院接受化学治疗，才能有效的控制病情。白血病，医生，那不就是血癌吗？抱歉，我去巡视病房。阿爸，手扣的片，还是麻烦查唔得啦。怎么会安尼啊？也蛮过是用因的照顾，较关心嘞。手扣，伊虽然唔希望唔得家个片，只会是，我希望养养读书啊。唔通去做得只只来看机，顾虑机啦。唔做动作机，系应用不了。手脚也哈需要诶，做迄点钱来修养。这自由唔，咋唔得？伊怎无受你改造？月都比做钱用票，我咋唔得？容易安心。阿爸，多谢。秋秋，
哥，医生同爱煮营养沙，唔嘛同东妹姐每年炖无相同嘅补药嘅补钙师，来改讲喊你把你看懂爱，还就太可多冲一扎水煮诶。读书嘛，按来比赛哦。看先考得太好，含起牙线变成皮皮太太。讲哦，手脚哦，发病的啊！哎，我甲迄亲戚讲哦，你阿种草药怪有效的，哎，种艾叶啊，本手脚是看哪啦？哎呀，安尼哦，多谢呢，阿燕还麻烦约得做来。唔会啦，姐，嗯，我看下。哦，好啊。呀嘿，水用袂去停啊，要加呢，加土改好。爸妈，都请你来。你也生气嘞哦，你也几下你无看到你，就变得很臭喏。阿爸妈，嘿我也坐了一下，来去泡茶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莫喊啦哈。唐公原本阿爸来看，还骗伊讲迄营养不良，我以后来读书，系咩？也个生意了，拢我人管安第四个多。爸妈，全部都对啊。嘿呀，阿都唐爷咪讲哦，唐公哦一开始哦，你无想要帮伊入开营地哦，哦，伢生意会安安强啊。阿妈，我同阿发哥讲，阿婆要做票哦，还无想要帮伊分心啊。我同伊讲，阿妈啊吼，第样个我安尼做，迄味道也发好啦。阿妈啊吼，莫过感谢你啊。对你也好，我真实感觉安尼做对你同阿发也好无公平啦。故事也好，我要向阿发见面去下课的，伊听我过来也袂一再。就叫啊，就问阿发有时候过来看看你啊，也好花唔多一段时间呢啊，唔好影响到伊读书，唔是就安得好。唔是啦，爸妈，唔是麻烦阿发过来。嘛计唔是啊，也应该啊，乖，听话。最疼阿妹发愁么？啊？唔过。哎呦，嘿啦嘿啦，等下阿伟哦，同阿发叫我过来啦。嗯啊，好好用兵，莫想很多。烟会来哦？嘿，今晚呢？嘿啊，当初哦，我还同伊叫我吃饭呐，
本来劝我过来啦，不过阿发讲哦，伊下课通过来啦。伊讲哦，去唐爷发认真出书，也信任的哦。女朋友讲伊去发哦，比起阿妹讲，是更加有用哦。我底下发按唐爷发哦，之前俺就无必要写万多啦。讲来讲去，全部爱怪爸妹唔好啦。小姐，从讲伊起啊吼。莫担心影响啦，唔出好个用品，干身体骨好吼。啊，等阿发考回来吼，唔要有精神，做只皮衣，伊来了啊，吼。姊妹饮无酒，姊妹饮无酒，姊妹。姊妹饮无酒，姊妹饮无酒，姊妹饮无酒。等来喜帮饭条，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海，来等。来喜帮饭条，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奶。山高，山高无穷穷，上好鸟来碰。